休息二十分钟。
不要再挤过来了哈，因为全部的火车站前面几乎通宵的街上哈，道路都是我们香灯脚，都是最虔诚的香灯脚哈。那么所以你不用再往前，因为往前也会看不到的了哈。所以你就在位置耐心的等待吧。啊，现在马祖就是停驾在我们的火车站前面。那么我们火车站前面今年政工所特别的设置一个U 版的马祖哈、啊。那么也希望呢，各位来自全台湾省的香灯脚也能够把我们通宵把它推出去。除了拱天湾宫之外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站点都非常的好，一日游是一个好地方，欢迎大家来通宵玩通宵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为我们自己掌声好不好？谢谢哈，谢谢，非常欢迎哦。大家班哈，嘿，拜托哈，咱只有零卡啦，工作人员你扛做工课时阵，恁得留一条路出来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谢谢大家的虔诚，马祖都知道，我相信心存则灵。那么你们往自己最好的方向，该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踏踏实实的过，做好你每一天，我相信好运都跟着你在你的身边的啊。给现在的小朋友的哈，你如果有带小朋友的要记得哈，你小朋友要把他照顾好来哦哈，因为人真的非常非常多多哦。
咧，麻烦你去到边咧，来，到边咧，到边咧，今日我请你叮当，你去到边，你去到边咧，你去边吼，爱就乖呐，好啦，好。很好哦，来。